欢迎收睇有线新闻，我是邓晓燕。奥运跆拳道首次有香港代表出战，卢伟峰在男子68公斤以下级别复活赛落败，无缘铜牌战。林佩文在巴黎报道。讲即系翻到去啊，要继续再努力啲去训练，准备下一个比赛。卢伟峰为香港跆拳道写下历史一页啊！教练黄家荣就话，希望继续推动呢一项运动精英化，未来有更加多嘅本地运动员踏上奥运舞台。有线新闻林佩文喺法国巴黎报道。奥运男子篮球，美国最多落后17分之下，惊险以4分反胜塞尔维亚，晋身决赛。龚艺成报道。奥运男子篮球，东道主法国赢德国4分，晋身决赛。其他奧運消息，我哋下一節再睇。轉睇下，流亡7年嘅加泰羅尼亞獨派領袖普爾格德蒙特翻返西班牙巴塞羅那，高調現身集會之後下落不明，警方正係搜捕佢。葉家順報導。警方之後封鎖交通，喺巴塞羅那街道設置路障展開追捕，並且喺邊境檢查去法國嘅車，令多處交通受阻。加泰新一屆議會成員星期四宣誓就任，並且選舉自治政府新主席。普爾格德蒙特揚言翻去是為了阻止議會選出左派社會黨的伊拉做主席。61歲的普爾格德蒙特推動加泰獨立失敗，2017年被西班牙政府通緝，流亡比利時。西班牙政府早前通過法案特赦獨派分子，但法院維持對普爾格德蒙特的拘捕令，意味法案在他身上并不適用。有线新闻叶家信报道。孟加拉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宣誓带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星期四在总统府宣誓就职。84岁的尤努斯担任首席顾问。他说学生发起示威，迫使总理哈西娜辞职，挽救了国家，但是同时谴责暴力行为，呼吁民众冷静。哈西娜在示威浪潮之下流亡印度，总统谢哈布丁之后宣布解散国会，军方、商界和学生领袖等开会同意推举经济学家出身的尤努斯带领临时政府，直至到举行大选。英国航空10月底开始停飞北京航班。英航话10月26号起暂停来往伦敦至北京的航班，至到明年11月，正系通知受影响的旅客安排更改行程或者全额退款。上海同香港的航班将会继续营运。英航提到航班冇办法驶经俄罗斯空域，导致飞行时间增加，影响营运。英國維珍航空早前亦都因為同一個原因停飛上海航班。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俄羅斯對多間航企關閉領空，報復西方制裁。山西有生物材料公司涉嫌伙同醫生、殯儀館等8年間盜賣幾千具遺體，並利用屍骨製作成生物材料出售，獲利3.8億元人民幣，至今有75個人被捕。認真宇報導。內地有律師在社交平台上公開一宗盜竊、侮辱、故意毀壞屍體案的起訴意見書，內容說山西奧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在2015年1月至2023年7月期間，涉嫌指使員工到四川、廣西、山東等地非法購買屍體作為原材料，對屍體進行粗暴處理之後，用於生產一種名為同種異體骨的生物材料。為了擴大獲取屍體的來源，那間公司的股東更加以承包、入股、派人入住等的方式，操控雲南、重慶、貴州等地多間殯儀館和火葬場，又偽造遺體志願捐獻登記表、檢測報告等的資料，来证明尸体来源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另外，起诉意见书更加披露，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和桂林医学院都有医生涉嫌以每具10000至22000元人民币的价格盗卖人体骨骼给山西奥瑞公司。警方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一共查封涉案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超过18吨，
成品超过34000个。有线新闻，认真与报道。休息翻嚟会有其他新闻。翻嚟新闻时间。美股大幅反彈，道指收市升近700点，標普同納指分別升超過2%。美國上星期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少過預期，增強投資者對經濟前景的信心。英偉達同 Meta 分別升6%同4%。道瓊斯工業指數收報39446点，升683点。標普500指數收報5319点，升119点。納斯達克指數收報16660点，升464点。油價升勢持續，升超過1%。紐約九月期油收報76.19美元，升96美仙。布蘭特十月期油收報79.16美元，升83美仙。其他新聞：日本九州宮崎縣近海發生7.1級地震，波及九州同四國多個縣，12人受傷。氣象廳發出巨大地震注意警報，說九州對出南海海嘯發生大地震的機會上升。當地機場航班暫停，列車服務亦都受到影響。林晶儀報導。你說的是我？商場貨架和屏幕猛烈搖晃，民眾在店頭外面踎在地下，不敢隨處走動。宮崎縣街道上的車和交通燈都在晃動，數以百計民眾揸車去高地暫避。鹿兒島有住宅倒冧，沒人受傷。有大石碌落馬路，好彩沒有砸中車輛。街上有電纜損毀，電力公司提醒居民可能停電，工程人員出動搶修。地震在當地晏晝4:43發生，震源深度30公里。宮崎縣日南市震動最強烈，達到6級。縣內東南部地區普遍錄到5級震動。氣象廳一度向九州和四國太平洋沿岸5個縣，包括宮崎、高知、愛媛、大分和鹿兒島發出海嘯警報，可能出現約1米海浪，提醒民眾留在安全地方，不要接近海岸，又警告有山泥傾瀉的危險。宮崎機場有航空公司櫃台天花倒冧和水浸，跑道設施需要檢查，所有航班暫停升降。九州 JR 子彈火車服務亦受影響。傳媒引述九州電力公司說，鹿兒島村內核電站未偵測到異常，周邊輻射量監測亦都沒有大變化。有線新聞林靜儀報導。一個香港男人倒閉在澳門酒店房間，司警說他是換錢黨，懷疑他在賭場贏錢之後被同伴劫殺。司警拘捕兩個男女，起翻170萬裝款。黃俊軒報導。澳門司警將涉嫌殺人的40歲姓楊內地男子和涉嫌處理裝款的48歲姓鄧香港女子押走調查。事發在星期三，一個中年香港男子倒閉在路氹一間酒店房的廁所，他頸部有20厘米長的致命傷，前額骨裂，身體多處都有傷。司警檢獲兩截一共長6厘米的刀片，現場亦都有清洗過的痕跡。司警調查之後，在案發酒店的賭場和附近街道拉了兩個涉案男女。司警說死者在澳門從事了大半年換錢的活動，涉嫌殺人的男人3個月前開始為死者做事，他早前曾經賭輸錢，案發當日知道死者贏錢，身上有250萬的現金，於是起殺機。閉路電視顯示疑犯由死者間房走的時候帶走了一袋物品，並且在酒店大堂將部分的裝款交了給女疑犯，由他將現金兌換籌碼，另一部分的裝款就交由其他換錢黨的成員經過迂迴的方式轉到去內地的帳戶。司警已經起翻至少170萬的裝款，會繼續追查其餘款項的下落。楊姓嫌犯帶走死者手機，多次更換衣服，並再來住所遠處棄掉染血的衣服，
亦以第三者轉移犯罪所得的款項，突顯陽性嫌犯，目的是妨礙警方的搜證和追查，反映陽性嫌犯具有較高的反偵查能力。被捕的兩個人分別涉嫌觸犯加重殺人罪、加重搶劫罪以及清洗黑錢罪，會移交檢察院偵辦。有線新聞黃俊軒報導。半山司徒拔道有兩個工人被困大廈60樓外的吊船兩個多小時之後獲救，吊船懷疑故障停在60樓外牆，風勢令到吊船搖晃，消防高空拯救專隊拋出吊船救援，先後將兩個人救回。現場是司徒拔道41號 D 曉路，警方昨晚大約7點接報，兩個工人清潔外牆，吊船懷疑失去動力停在半空，消防大約2小時之後將他們救回，兩個人拒絕送院。奧運跳水男子3米板決賽，中國包辦金銀牌。鄧君柔報導。其實是沒有什麼觀眾的，所以突然之間有這麼多觀眾，我覺得我需要做的是去 enjoy 這個氛圍，大家的掌聲啊又好，可能是其他隊伍的，但是我將它變成是屬於我的，跟著我去 enjoy 每一跳，我去享受每一個過程。有線新聞鄧君柔報導。男子舉重73公斤級中國的石智勇衛冕失敗。乒乓女團力爭5連霸的中國直落3場淘汰南韓晉級決賽。奧運男子足球摩洛哥在銅牌戰6-0大勝埃及，贏得首面奧運男足獎牌。高毅成報導。女子排球美國局數3-2擊敗巴西，連續兩屆殺入決賽。男子200米決賽，博茨瓦納的迪保高跑出19秒46奪金。女子400米跨欄決賽，美國的麥戈連刷新世界紀錄衛冕。睇埋天氣，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南風。未來2-3日持續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